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吃鸡火箭班，大家好，我是子轩啊。由于一股神秘的力量，我加快了进度，从今天开始咱们的吃鸡火箭班正式进入正片环节，开始给大家讲解实用的内容啦。以后大家有什么想问的可以在评论区提出，我如果觉得合适会加入进视频内进行解答。那么我们开始吧。今天首先是称霸机场的落点战斗思路讲解，友情提示，四个人组队使用效果更佳哟。机场位于地图最下方的独立岛屿上，临近恩港，属于极其热门的跳点，就算和航线完全不沾边，也会有数量不少的玩家选择开车前往进行搜刮。如果和航线沾边或者处于航线正上方，最多可能会有四分之一的玩家选择跳跃至此。机场周围和内部加在一起有超过15个刷车点，载具数量极其丰富，如果不怕在桥上被截住的话，几乎可以赶往任何地方。机场是超大型资源点，所以一般玩家们会根据资源和建筑把其分为三块，他们是处于左边的 K 字楼、右边的小工厂与雷达站，以及漩涡的中心处于中间的 C 字楼。整体的战斗基本都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那么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主要建筑的爆点方式吧。左边是由 K 字楼、 A 字楼、广告牌和九个小仓组成，右方则是由雷达站、大工厂和两个发射井组成，中间是由 C 字一二号楼与办公楼组成。总结下，机场的资源数量虽然不是地图中最顶尖的，但也算是比较富裕的地方了。机场处于地图最下方的岛屿上，除非圈刷到岛上，不然这位置确实不能说好。再加上两座大桥，真的可以说是危险区中的危险区。因为机场的建筑分布简单明了，相比于机港外区那种极度复杂而易于被偷袭的城市，机场算是战斗过程比较简单的地方了。所以渴望战斗的玩家如果可以选，总是愿意来这里进行战斗，所以这里总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介绍完机场的整体情况，那么我开始介绍一下机场的落点与基础战斗思路。战斗思路有什么用呢？战斗思路是为了让你通过走位来实现不用看见也能大概明白敌人会出现的方向，并且不会被背后偷袭，只需要应付正面的敌人就可以。学会这一套可以让你轻松地完成机场的统治。战斗方法当然不止这一套，像我自己大约就有四套左右。这里先给大家介绍雷达站清理法，此方法适用于飞机航线处于机场附近2000米时，首先利用稍后会交给大家的数将来第一时间降落进雷达站，然后取得武器后击杀周围的敌人。这时候根据你的武装情况，可以选择清理大工厂，然后直接从左边前进到导弹发射井，利用视野优势侦查广告牌的情况。侦查完成后绕到 K 字楼、 A 字楼这边，这时候大部分敌人都是处于没有掩体且处于混战状态，而我方拥有掩体和足够的武装，这时候注意力只需要集中在处理 K 字楼、 A 字楼即可。在清空完成后，我推荐大家可以直接带着装备从左侧撤离，这样可以避免卷入最危险的 C 字楼战斗，还可以带走大部分的资源。而如果你对自己的技术有自信，或者想要更多，那么这时候 K 字楼广告牌这一块基本安全，只需要一路卡着掩体摸到 C 字楼的二号楼左侧，清理掉 C 字楼即可完成机场的全清。这套方案最好是在四排战斗中应用，单排和双排也能用，但是效果不会那么好。那么理论部分就到此结束，接下来我会实况解说两段实战部分啊，来加深各位同学的理解。我首先离开飞机，直接飞到预定位置，然后使用刚才讲到的急速降落技巧夺取雷达站武器的优先权。因为平台上刷武器的几率相当高，而且拿到之后可以立刻射击，所以我选择直接跳到平台上。这次运气很好，落地八倍镜和60弹 AK。
快速转移开始。这次 K 字楼的队伍已经完成了 C 字楼绞杀，但是被我们抄了后路，开始尝试与我们交火。我首先利用了一个下个版本就消失的不讲也罢的技巧躲过了一波子弹，然后贴到了有利掩体开始还击。剿灭他们之后直接离开吧。 C 字楼内虽然还会有喷子蹲蹲怪，但是清剿他们收益小危险大，就不去了。那么今天的实战讲解部分就到这里了，我把我在游玩的时候的想法解释了出来，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在游戏开局的时候，无数的玩家要从运输机上一跃而下，到达自己想要的位置。有些位置距自己很远，有些位置就在运输机身下。今天我将给大家讲解一个很基础又十分实用的技巧：降落伞的速降与远飘。首先讲解速降，大家在什么时候会用到速降呢？在运输机路过一些大型资源点，比如机场、学校这种资源刷新力大的地方，就会有大量玩家奔着资源或者爽快的战斗选择跳跃。早一秒落地，代表你可以轻松的获取第一把武器，比敌人更早完成武装，或者选择自己喜欢的建筑物进行搜刮或防御。合理运用这个技巧，可以让你在落地战斗中获得相当巨大的优势。那么讲解具体的操作方式和一些注意事项。首先讲解速度，当玩家把视野拉到正下方时，人物会开始垂直下降，左下角的降落速度会急速提升，最终会达到233到234之间的最高速。保持这个速度下降到强制开伞的距离，就会比其他玩家下落更多的距离，并且速度更快。接下来讲解距离，在什么位置使用急速下降最为合适呢？根据我长期的使用经验，和降落目标保持地图上的两个小格左右是最为合适的距离，这样可以让你轻松的微调到达想要的位置，并且不会遇到过远或者过近的问题。那么今天的技巧讲座就到这里，下一期的内容中我会讲解如何通过控速来完成降落伞远飘，达到移动最远的目的。观众问题的时间了，首先是这位来自 B 站的观众风纪伟利安的问题：为什么树木要开中配呢？难道不会因为树叶太茂密了挡着人吗？事情是这样的，先给大家讲解树木配置的作用。大家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对视频有什么建议和意见，欢迎在评论栏提出，我会认真观看的。那么我们下期再见。